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。看到小美你都大气都不敢喘了。全军出击。咱得罪不起呀、啊、兄弟们。咱得罪不起呀、啊、知道吧。有些东西咱不能说，知道吧。反正你要记住，咱是得罪不起的。我太难了，云中君，能不能好好的玩耍了啊，朋友？珊珊，我们的小珊珊，我总感觉那只鸟会动不动的就来搞我一下，就会来搞我一下。来，各位可以参与一下那个火力全开啊、哦！把有免费的鱼丸可以拿。开始撤退。你等等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别急，别急。哎妈呀，妈呀，妈呀！你这头牛不对，你这头山，你这明显你这个山就是搞不过牛的，牛它能顶你是吧？牛顶山有没有听过？兄弟们有没有听过牛顶山？各位有没有听过？应该有听过对不对？这个包了，不能让他走，想走没那么简单，好吧？你走走，用头走，就是这个人头不给我有点难受。哎妈嘞妈！实在不好发育啊，老虎不太好发育啊。老虎的话，最好的打法还是打那个前期的节奏，就是说压节奏，反对面的。但是我们打的单排的就不能这么打了，你知道吧？好的，我们的上官婉儿飞过去送了一手人头，还是比较哇塞的。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啊、哦！你去飞飞谁不行啊？你飞一只鸟，那只鸟它可以等你飞得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它直接一个大招，然后你落地那一刻，它啄你头，把你脑婆都给啄开花了那种。过来，漂亮！我操，这武则天有点小烦。可以大，太能打，都得数。我操，国服盾山，兄弟们，国服盾山，我喜欢。来，别怕他，你别怕他，别怕他，点，走了，没兵线了，中路都没人要了，花里胡哨啊！这个盾山好骚啊，其实他什么也没做，你知道吧，他就甩了一头牛，然后开了个大，然后对面就不断的就往他身上贴，你知道吧，往他身上贴，然后都被顶进了塔内，对面有点傻呀。请求集合。哎呦，请控，伤害不足啊！您刚刚不过来，这老半天了。五天压 MVP， 相信你就完了。对什么？相信我，你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您太骚了，我操！兄弟，太难了，您太难了，爱你兄弟，我爱你，刘邦，我爱死你了，
我爱死你了。哇，我都已经绝望了，你知道吧，我都已经绝望了。他那个云中军的那个他的被动是能打死我的。没爱你，没爱你，你阿个大头鬼啊，我爱的是刘邦，好吧，不爱你，花里胡哨。我是表白刘邦，没表白你，不要误会。好吧，你就花里胡哨。哎啊啊！你怎么这么可爱呢？哦，对吧？你不要自作多情。难道上官婉儿她的名字叫刘欢？开始撤退，清理兵线，请求集合。好的，好的呢。哎妈呀，妈呀，妈呀，妈呀！你想干什么呀？我太难了。表白了一首刘邦啊，然后的话，上官婉儿说：“有人跟我表白。”这么回事。灵根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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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。那主宰先锋有点肉啊。出来好不好？别走了好不好？别走了好不好？别走了好不好？抓了你三回。四回了，这回算加起来四回了，我才抓到你一次，就不断的带，不断的带，这弄得是我们家塔不要钱似的。果然是挺难的，不知道我们的上路怎么没人要了。虽然说拆了一手打工仔，哎，你好，打工仔你好。你要记住，你是靓仔，你是广东靓仔，不是打工仔，知道吧？你是最靓的那一条仔，你要忘记，忘记你在打工的事实，知道吧？哎呀妈呀，妈呀，妈呀，你无敌了是吧？啊，队友了，队友了，队友了，了了了了，朋友朋友，我太难了，兄弟们，压挑三了。我来救你，然后的话就丢我一个在这里压挑三了。其实我才是最亮的那条仔，但是我们用我们要就是说蒙蔽这个后羿的眼睛，你知道吧？要蒙蔽他的眼睛，让他误会成他才是最亮的那条仔，很关键。一会儿他就沉醉在于他是世界上最亮的那条仔这个事情里面。毕竟的话咱们得依赖他帮我们一起，不是我们那个上官婉儿啥意思呀？上官婉儿，刘欢，我也爱你，你别挂机。上官婉儿，刘欢，我也爱你，你别挂机。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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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牛头，你跳了。他是不是叫刘欢啊？他应该叫刘欢。太卑微了，兄弟们。啊，你，他就是在等着我跟他表白，不跟他表白他就挂机。我好卑微啊，兄弟们。毕竟开播输两把了，好嗨起来！但是你们能不能别挂机？谢谢铃兰老阿姨送来的两架飞机，谢谢。大气大气大气，阿姨大气。他可能叫刘欢，不然的话，我刚刚说刘欢我爱你，对不对？哎呀妈呀，你这过肩摔也没跪着啊！啊，没跪着啊！嗯，后羿的伤害还是有点小高的。哎呦，你们是跟我们比拆塔吗？啊，朋友，我操！
这兵是对面派来的吗？走得这么慢？嗯，干他！谁来过肩摔？如果知道盾山吃了这无限的技能，你知道吧？他应该叫刘欢。我们看一下他的游戏名叫什么？好吧。28.3。谁说马超废的？啊、他叫马超，他不叫刘欢，兄弟们误会的啊。28.3，然后的话38个 MVP， 下一把，好吧，他。